行，这边是可以看日出，是不是？这边啊，这边其实应该是日出，应该是东方。这个量比较阴了、啊，黄明慧啊，对不对？日照比较不足啊，对啊，这边湿阴了。嗯，啊，那个资料我先带给你。有，我看到，但是那个好像是新的，就是公共车新的，它是拍新的。就全部都奥黛的了。后来再种，对，后来再种。你看那些都是应该是树根头了，对，砍掉了。那是树根头，没错。可是这个好像是，不知道这什么树啊？柳杉，杉的哦。对啊，柳杉。有经济价值吗？没有，还好，还好了。要恢复到以往的那种盛况的话，可能要等2000年了。因为块木它不是随便地方能够活得过来，它一定要在雾线以上，常年云烟缭绕的地方。对啊，而且再看地区，像这个地区就是红块比较多，黄块很少。某些地区是黄块比较多，红块很少。我知道，我也要帮感应。台湾的宝岛，真的是。哎，在。为了，为了让。